会私讯主播的人是不是都怪怪的？呆呆，阿雄不要再刷派蒙了，宅毙了。指挥公神鸟人，干靠被杀小了。指挥公神鸟人，错，是指挥公神你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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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胜率0%，然后在最后一场给对面关自己选阿离，干这要怎么打啦？他前面的数据在这几场里面，关就100%，阿离就0%，然后给他们100%的自己选0%的，那是要打他小？雷子100%，阿吉尔0%，你们还不是选的？闭嘴啦！是你在比吗？关你屁事啊！啊，封堂说可以打，不给他打吗？封堂也说 TF 可以打，没有，他打逆命的时候他会错意的。逆命从来都不是中路可不可以打，妈逆命打线那么烂，当然可以打。你的队友打不了啊，一直飞啊。闭嘴啦，我们就是要放关选阿离拉，是你在比的吗？关你屁事，阿宙斯。好了啦，030，好了啦。老子18岁，世界冠军，你几强？你几强？好了啦，问安哥八强哥。130块。我最后笑了，想到奖杯一直都有一个放在 ING 基地，就荒唐的笑了。耳机运不进去，搞不好 JG 那么会抓位子是有人报位。赢完冠军奖杯马上拿出来，哎，准备好的奖杯 TP 咯， TP 到训练室。哎，阿能，可以请你不要再玩这死人游戏了吗？好，等一下被你吵到我了。阿能 ，Kira 在看你是因为你毒奶吗？不是，他这张照片真的有点像吴硕杰，好烦啊！阿总不是选纳米啊？哦，怎么每次选路线他们都不选纳米啊？姑马训到爆，我来都比他强。好了啦，超可悲。为什么你打职业都没什么亮眼的表现？然后他们当时的 AD 是谁？大家还一直讨论你打比赛怎么样？好了啦 ，Who are you？讲那些有的没的有意义吗？他一直播吧。感谢确诊鸟人5块。第4天，哎，阿雄，昨天你哥输了，你有去安慰他吗？好啦，送你一个抱枕啦，不要难过了。等一下撕我地址啊，向二。飞哥说你要帮他出运费哦，当然。妈去骂了。怎么感觉这 Q 有点慢啊？炸掉小兵 ，bang！ 哇，可以，哇！哇，1-2，太神了，东东人。嗯，看这老头好准。哦，开动，开动！你不会没点动吧？哈？你巴德3等没点动是怎样？故意的是不是？害我们只有2个闪。飞哥说他要2个抱枕，一个给 jungle， 一个给 support， 惩罚他们。好，等一下 Benny。死，不可能啊，怎么可能这样子没死？我傻眼，我真的傻眼呢，我傻眼呢，我打得这么嗨，超六了，哎哎，扛一下啦，不是为什么巴德都不扛塔啦，妈的嘞，低能是不是啊？巴德，冷静，冷静。金塔，哎呦！
血虐局，哥哥你打得很好哎、欸，那还用说？队友正常，我就正常发挥嘛。是看阿杰台被传染的，你也要多小心点。你要也是问那个老麦外送员，干哪有那么夸张？呜呜，烧两圈。你去哪里啦？哎，我要走，哎，走不了。娘家你欺不起啊，钉子怎么钉啊，不狙哦，真的假的，这都不狙，难道想蹲？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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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柱啊，开个洞，带我烧两圈，巴德，哎，他还在。关他屁眼，他没了、欸。先点塔，先点塔，好吗？啊！师傅造我！射人怎么会痛啊？这边伤害其实不低耶，怎么会这么惨？41-8，太离谱了吧！比阿福还虐，阿福加加就讲了，韩服输了才阿福。OK， 上两圈。